鹏特饮。巴巴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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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么大，我用这个也行吧，我就做这个了吧。开车，谢谢昆明的好朋友，谢谢。来，咱们也不容易，疫情后第一次真正有红聚啊！来。哇，有股玫瑰味哦，真的。哎呀，谢谢老师们。谢谢各位老师，祝各位老师的云南之行能够开心顺利。哎，门开了。什么？韩哥换身衣服，韩哥在那盆里呢。韩哥留头发了。韩哥是个哪吒是吧？一打开一个莲花，打开之后，这个是火烧茄子。火烧茄子。这个是肉了，排骨都是排骨。这个要不要看一下？我用这个也行吧，我就做这个了吧。好嘞，我来了吧。别的不用加了。哇哦！因为啊，这个一博和大张伟啊，一直都想吃这个菜，但是今天这个地方呢，不知道还能不能够做出当时的这个味道，给他们先尝尝吧。哎呀，谁敢先加第一筷子？你来，天鹤，你是有福了啊，有福之人。哦，太香了。有没有馒头啊？哎呦，米饭。他们俩这时候一定是要米饭啊，要什么馒头啊，要什么？没事儿，这个时候那个一波能忘了吗？拿个黄瓜子，站这摊都能吃。你们上次就这么吃的？好好吃。哇，太幸福了。还行啊，我第一次吃到这个，太好吃了，哇，简直了！一博也盼这口，不知道盼多，太久了盼的，哇！想吃那个排骨，韩哥糖醋排骨，您需要什么我们帮您弄去，我们去买去，我们下午就干这件事了，十斤排骨够吗，韩哥？嚯！他们几个心心念念就是吃这个。